这一支玻璃拉丝法做成的精好。那什么叫玻璃拉丝法呢？我们也是把玻璃融化将近1000度的时候，它是软的，玻璃是软的哈。那用缠绕的方式这样把它绕上去，绕上去哈。那这一只猪大概也有25公斤重，25公斤重。前面摆的这个是玻璃做的柿子，玻璃做的柿子。那猪跟柿子也有一句成语哟。诸事如意，举手举手，来，看到答案的对不对？看到没？对，这个作品的名称就叫诸事如意。好，那做这一个作品呢，欧老师他今天假日刚好有在我们楼下一楼做现场制作玻璃给大家看，等一下你们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到那边去看一下，他会拉玻璃丝还有吹玻璃让你们看。讲那个火的温度已经大概1000多度，我们有看到老师的眼镜好像不大一样哈。不然你这样子一直在专注那个灯光，应该会很吃力。哈，所以是凹透镜还是凸透镜？
平面镜。才可以看到比较细微的小东西，很吃力耶。因为你要专注做一个作品，可能要很久，然后那个光源是那么的亮。我从事玻璃哦，已经有今年刚好满40年，比我还要大。拉式技法，什么叫拉式技法呢？向前面拉伸有。哦，直接拉成那个自然的线条。拉式技法就是说，先把玻璃融到最高点，然后跟我们一般的人家在剥毛线里面。没有没有，是玻璃，所以老师的温度很高。拉丝，老师在拉丝了。你看那么快，你看。老师，你在做面线吗？这么厉害，这么细。它不会断掉。是不会断掉，已经断了。已经断了。都还没讲好，它就断了。下面那个，你们就讲那边会冷却，我用力的才能断。快速冷却。玻璃哦，玻璃冷却是不会很快的，但是它固定的。可是这样会不会很容易断？像我没有被，就是没有被破坏的话，不会那么容易就断掉。所以老师，这也就是光纤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要拉光纤。哈。你看哦。哇哇哇！技术40年。好细哦。哇，真的很细。很羞啊，老师，那个很烫。这不会烫吗？啊，很烫。都可以摸。这一本不会烫的，这一本。因为它已经。这生粗起来，它都有看衣服。好细哦，好像尼龙线呢。我弹琴，我只买两片。有。有没有？麻烦你看了。这出来灯啊没？老师，这个很像红面线哦。就可以拿来编衣服了。而且哦，绑都不用用手套，那个那么细不用手套戴在这边，马上绑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可是它会被揉断。会。还要脆，所以只要一摸就断。老师，哇，所以拉面线不稀奇，拉玻璃比较稀奇。所以老师，你的最高纪录是？我做台湾哦，没有人做到的东西，他的用手工做到20几公斤，那个东西在多少？认识这一家的老板是因为他自己在那边找，没有第二个可以做，只有一半而已。体积是他的一半，重量差一半。那个老板说只要一半就好了，就没有人做。啊，我觉得说他讲那一句话我很服气，我就帮他做大一倍的，然后更轻。哪一个作品啊？在楼上。是。他的形状就像这样拉丝的。啊。是什么样的一个镇店之宝？这么大的猪。猪。是啊。一家哦，一整一公斤哦，那个它大概有70几公分那么长。哇，镇店之宝是欧大哥。目前啊，用金刚最遐大只哦，啊无人挂机哦。我说的是手工哦。赞。金刚人讲要用我做，他不做，我可能我都。而且那个一定是只有一只的，大概快一米，好辛苦哦。那等一下赶快去参观一下。所以
都会给人家吓一跳。我在我们新竹玻璃馆，然后新竹有一家玻璃馆是正的，我帮他们做一张面的纸样，连角连线都做出来了，好像我们那个面片做起来一样。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，在那个就是新竹的玻璃博物馆里面的金碧石，然后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玻璃做的。哇！我这样，我跟你讲，表演叫什么叫表演？这样叫做表演。如果坐在那边烧东西，你们在旁边看，那都叫不是在表演。表演就要像我这样跟你们聊天、互动，而且要玩笑接触。你若技术好的，我你也好多人听，这你会听，对。所以玻璃都有较神奇的，这也是在做吉他的弦。哇，吉他弦很漂亮哦。哦。应该弹起来会很好听哦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对啊，对啊。先讲，这么细啊，我会塞破的。弹。我做一个那个小提琴。感应式的，一下就断掉，所以还是会断就对了。可是很漂亮哎，老师，你会不会真的用这个线，然后织成一件衣服？要这样有人跟我配合才有办法。好酷哦，这么细耶，你看。就变成模型机车，很多人在收集那个法拉利，如果是玻璃的法拉利应该很赞哦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是因为哦，刚好你讲这样，但是你要我们做创作没有在管说要是什么东西，是我要做什么东西。像我在展览的时候有一个叫赖三方，刚好看到我的展览的广告，然后进新竹的玻璃馆找我，说要访问，我就跟他介绍里面有一部历史的那个日本车，他是那个消防车，是我以前我在修车的时候，是1958年的那个历史的车子，然后你用玻璃把它做出来，在里面，所以他应该很感动哦。大哥，因为之前是大哥，那你以前是修车的，为什么突然回来做玻璃呢？那个也是一样，就是原理的。为什么发生了什么奇迹吗？因为以前我在修车的时候，我爸爸因为我有大姐是在种地，然后坐火车的时候，在新竹到那个原理这一段。到我的老板跟大太太，因为我老板就是住园林这边，嘿、hey. ，那我爸爸也是在新店客运修车，哈，还有那黑心哦，就新店客运，那老板就鼓励上，那你们那边有聊天以后呢，一些旅游聊一段，然后他们说，能够叫你帮我介绍一些那些。
学徒就对了。就是这样的。四十年前，大家觉得玻璃还是很精致的东西耶。现在也是啊。就是很，就是精工。以前我老板哦，东西哦，像我现在在窗户里面的东西在看，比餐厅比厨师更严苛。对。所以都一个传一个咯。后来是我爸爸跟他说，你这样你不会赚到钱，你要拓宽你的领域啊。要就是生意要做大一点，不要让人家说好像很神秘这样。后来他才一直在往外扩展，他接订单。对，现在哦，人已经不在台湾，在大陆。他是去拓展大陆市场，是不是？他是在台湾的新竹赚很多钱，然后因为你这边的那个工资什么都很高。他都走在最前端的啦，所以又到大陆去了。我就是啊，我有很多后悔啊。第一个就是后悔来做玻璃。为什么？可是你做了这么漂亮的玻璃车子哎！那你要知道，我是用眼睛换的，我的眼睛很差。可是大哥，如果你做车子的话，不会出一本书，因为你做玻璃了，所以你出了一本书。那个是我的，没有别人的。啊，如果说像我们有连长，大概有几十个。对啊。总统府的啦。所以不要后悔，没有真的没关系，最后撑得住的是你们有实力的人。那时候我们已经死掉了。对，就有人讲说高跟是以后那个话比较值钱的。蛮心，你现在有孙子了，就做开心就好。对。对啊。因为我以前还没开始做创作，在做外销，专门在打样。很棒。我是在做玻璃，我是玻璃的超级赛亚人。赛亚人，我表示你那个出产很快哦。外国人都坐在旁边看我做东西。所以大哥的技术非常的高深，只要看了产品就可以生出来。不是，是他讲什么我就做什么，然后我不会照他的意思做。再加上自己的想法。他讲的不知道没有。但是我做我的样子哦，不是他的样子，但是他说要做什么东西，我会帮他做。他画一个图样来，我说我可以参考，但是不可能叫业务。当然你是走艺术的啊。我是跟他讲的，所以那个客人他会觉得你很新鲜。你这个师傅跟人家不一样，人家是说我做什么你就要跟我做什么，然后一直改，一直改。没办法，你是天生的艺术家，怎么可能会乖乖听你的话？对，所以大哥，你做的都是玻璃的那个工艺品，就是样品，还是说是那个工商的那个产品？我刚刚工业产品就是以前是在做外销，一定要做那个一般的那个，就是量产的东西。可以量产的东西。那后来就是做像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些。这就是退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。对，很多事物都很喜欢，尤其艺术。我建筑我不是说，刚才讲我跟他讲好玩的，但是我会去喜欢他，是因为很特别。进来时候我就喜欢去一些不是一般的庙。那个我不喜欢去，我是要去一些很特别的庙，像他那个墙壁都是用那个切抽切出来的，雕刻出来的。我做我的创意。您做的是意象，跟趣味，跟生活。人家你知道吗？我们以前现在在当那个文化局长，以前的那个玻璃馆的馆长，
好，我去参加同一次展览，他就喜欢到我了。我说那一张棉被就是他叫我做的，在医院竟然不甘心。所以那棉被的意思是什么？没有，他就是那个就是有一张叫人家一直做的棉被坏掉，他是做一个方块而已，他不是做一个成熟的军中的那个感觉。所以刚好他看到我拿东西去展览，他一眼就看到我说，哎，这个人很厉害，我会这样讲话很厉害，他马上就跟我说可以帮他做什么东西，我说我会试试看。我第一次做那个东西，那一张棉被也是20几公斤。哎，老师，我想问一下，当有人请你做一样产品的时候，你怎么样累积那个灵感，然后做出那个产品？比如说，我现在想要跟你讲说，哎，我想做棉被，那你怎么不是？比如说，我想说，我今年想做一只猴好了，猴年想做猴，你怎么会有个想法叫做灵猴？的话，它那里面都有一些可以参考的东西。所以老师平常书要看的很多东西，听的很多知识很多。对，就是突然想什么就想什么。就是说，我有很多人家没有想到、没有做到的。像什么？一年轮一个，一个他十二年在轮一次，对，十二生肖哦。然后我去参加展览的时候，刚好是龙年，来不及了，哼，来不及就算了。后来十二年的时候，我就做一种造型，一个组合的造型叫黄皮家族去展览。你家族是做了几只？你不会是十二生肖家族吧？然后戴那个，就是像人家在变魔术那种帽子。这里还有九九，他还穿那个，就是说行书了，行书一条。问事情的那个。那个眼镜蛇，还有不是啊，不是行书。行书哦，行啊，啊，绅士哈。眼睛乖呀。然后眼镜蛇是男生的。对。女生不就用？我知道，还有红黑黑白黑白。我是把那个雨伞只有那个女生，还有，然后她是拿一把雨伞。啊！开玩笑，我的姐，我就没喜欢的。哇！哇，酷哦！有一些小蛇那些哦，我就把它取名叫玩具。难怪一群是头一次哦，头一次展览哦。蛇过来是什么马？嗨，马我就做一匹公马，一匹母马，还有三匹小马。我们家里那时候刚好有两个马。哦，所以做像家庭的感觉。我就把它取名叫天伦乐。哎呀，蛇脸够了。马脸来了，马羊马都来了，嗯，像老脸。羊脸的时候，我就做了一只大肚子的，而且那个肚子是透明的，透明的肚子，所以里面有一只小羊在里面。是小羊，我哪里有那羊？因为是一张用玻璃做的钞票。哦，什么意思？你的钱？反正我做东西都会让人家哦。那个肚子里面那一张钞票是写一个像耶稣画脸画钱的符号。
那个叫杨孕妇，还有这个我讲的孕财富，这个杨孕的财富，杨孕啦，不是，这样有三个字，杨孕妇，我财富的意思，杨孕妇，还有那个是很大的杨孕。所以都是大哥平常在做玻璃学习的时候，或是在研发的时候听的那些一些什么一些古文啊，然后看的电影啊，触发你的灵感。过来是什么？羊、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。好啊，好，你也搞定好啊。猴子又来了，我做一只木猴，坐在那个橡木桶里面在洗澡。在洗澡。啊，那个哦，那个连环头是用玻璃做的，有大一只一只像这样，刚刚我拉的。有水这样子喷出来。那个我那一只母猴有这样，有在这样洗的。鲁拉拉。你知道那个名字叫什么？橡木桶，你知道吧？这么大而已，我新买的，是木头做的。然后它坐在里面，刚好像一个那个叫灵猴。台湾人叫做南岛啦，南岛哦，三点水复制你，对，南岛一站哦，南边南。老师有特别设计，你看像这个有一个缝，可以穿那个线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好漂亮哦。对，这个老师谢谢，好漂亮哦。这里面还有花纹，老师那个花纹怎么做的、啊？那个就是用我的那个，刚刚我做的时候，你没有在这里。有掺一些粉呐、啊。那个有的东西也是不小心就会加在里面。就是要刻意要做，还不一定做得出来，就是一切都是看运气。你知道吗？英雄是怎么来的？时势造英雄。是猴里猴得罪。所以这个是因缘巧合。我跟你讲，你不知道吗？有的人哦，他不要做这个东西。你有看过电影的奇迹吗？成龙的奇迹啊。成龙的奇迹。有机会哦，要看一下。好，抓下来看一下，还是有机会去制片来看。我在讲的那个奇迹，就是你刚刚说英雄救美，那个成龙他是冲大了。他就会打，然后刚好有一次那个黑色的跟黑色的在打，他不小心进入，然后救到那个老大，然后为什么他救老大？为什么英雄是无敌？那个老大他有一种胃病，他心痛，他的胃病。摇啊，快要吐出来！撞到快脆掉了。啊，他那个护手椅的时候，他的胃要传给他。哦。啊，位置。有啦。哎，这个你就讲嘛，你讲狐狸猴子做一点。哦，就糊里糊涂传到传承。当成他的老大了。哈哈哈。那个奇迹，我看两三次我都流眼泪，因为他后面还要洗漱，还有下棋。他当老大以后，我做善事，帮助一个卖花的阿巴萨德完成他的心愿。哦，你们可以去看，我介绍你们两部电影，还有一部是那个洋片，叫《湖底洞》，你们可以去搜寻来看。湖底洞，也是很有感觉的。它是在湖底洞，描写说外星人跟我们地球人在谈，就是有那个。他说：“给地球上的人，还有这么有感情的人，可以牺牲自己，
然后在那一个男主角快翘掉的时候，外星人出现来救他，很好玩哦。我现在讲哦，你们没有办法体会。他自己去看。我太太哦，最不喜欢看那个洋片哦，而且哦，她不喜欢看电影。我跟她讲几次以后，电视上在播。交心就不一样，因为他本来不知道，他以为说笑一笑就算了，不知道说那个电影真的他们人生都没有。所以啊，很多人讲艺术就是人生嘛。你看啊，我光是电影就看应该有几百部以上。所以老师用听够跟看电影来找寻灵感哦。很多零。